他们卖的就是大辣泡面。国人最爱吃的90大泡面在这边都买得到，几乎都有，几乎都有。然后这边的泡面是你如果点完之后呢，还可以加料。加料？加料。我们先来选我们自己的泡面好不好？先选自己的，给我们点时间，我们来自己选自己的泡面。这边呢，接下来呢，一个人拿一个碗，这边就是把废墟了，好不好？你要想在你的泡面里面加什么料呢，就自己来加，都可以吗？来来来，可以可以，嘎吉来。哇，所以你想要你的泡面长什么样子，随心所欲就对了。对，这边可以客制化每个人自己的泡面。这边是都做蔬菜而已。那边，你看我爸，跳我爸，这边有肉，这边有肉，肉肉，还有海鲜，还有海鲜，有蛋菜、鲍鱼、小花枝、小猪背。连鲍鱼、鸟鲷鱼，这么澎湃，泡面可以这样吃、啊。我们是大胃王，你这个不是大胃王哟。好了，我们来请他们来煮好了。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们呢，把主持人跟来宾分得太清楚了。好，你看主持人，你看主持人，啊，主持人的待遇，你看，而且有鲍鱼哦，有海，鲍鱼围着我，有鹿，点虾子还是全家餐哦，没有，一家四口，这是点给你们的，这是点给你们的，点给你们的，哎呦，你看看是不是？我觉得来这边就是让化平凡为神奇的感觉，哎，真的，皮夹来，皮夹来啊。而且这家店有没有就很厉害，是它是开在海边，嗯，就是要我们慢慢吃、慢慢享受的感觉。哎呦，好香哦，味道都传出来了。非常非常赞。还有这个，哇，等于是泡面当做年夜饭在吃了，真的。哎，小时候妈妈都会说，吃不要吃泡面，吃泡面不健康啊。马来西亚还有什么理由都不行？因为像我本人是韩星，所以我都是走韩国路线。我的是这一种的泡菜面啊，这样子。你看，我看我本身是海鲜控哦，港星嘛，我基隆港的港星嘛，当然了，基隆港都港星，对啊，要开演唱会，这里就是最多新鲜的海鲜，所以我主攻就是海鲜的这个搭配哦。哎，我一直在心心念念就是这一碗面，整个很澎湃。在这边吃面很享受的原因是因为直接可以看到海，这里是声音基隆有名的望海巷哦。我觉得最棒的是，你看哦，我们左边看是海，右边是有山，对，山海里是全给你了。而且你看这边的造景，还有一点让你好像仿佛来到国外、置身国外的那种错觉。基隆真的是个好地方，是不是？不要才能够有出这么好的人才。讲的真的没有错，我本身就是讲的真的没有错。基隆好山好水啊，你看还有很多好吃的，没错，欢迎大家常来基隆。没错没错，大胃王想不想要来挑战啦？好 ，OK， 我们来喽。店家为了大胃王们准备了三碗特制海鲜面，每碗有1公斤鲜蔬火锅料，一盆海鲜圣盒，一盆肉肉瀑布，以及3包泡面，就看大胃王能不能顺利过关拿红包哦。谁要吃这个？哦，他们一人一碗啊，这不是贡品吗？怎么可能一个人要吃一大碗 ？OK， 这个关卡呢叫做面面俱到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呢3位的泡面呢都是3人份的，然后呢有帮你们加的最好的料。那我们出题呢是等你们全部吃完之后，我们再来出题。提示呢就是好好享受泡面。Enjoy 泡面，好不 好？看着大海，好好的享受。OK， 所以慢慢吃啊。OK， 好 ，Ready， 面面俱到 ，Go， 加油！这比在家吃还要丰富了好几倍，真的，真的好奢侈哦。哎，你看还有鲍鱼，过年都没吃那么好。海鲜好新鲜哦。哇，蛋菜，哎，我们基隆。最好吃的锁馆它都有，修根啊，而且一定要很老啊，这种你穿随便穿烫一下都很好吃，真的是来基隆一定要吃，比较新鲜，对不对？对，每一个人呢都有6只草虾、鲍鱼，哇，这真的是吃身份的吧？真的啊，吃身份地位，真的。你会用英文歌来唱国语歌，对不对？台语哦，台语歌翻成英文歌，讲一个最不红的好不好？300万点阅率的英文版金鲍鱼 ，Golden Cover Silver。Golden Cover Silver， 哎，阿丽丽哥花多娇，那叫厉害，我看你多能忍呐，想不想听？想不想听？哎哎，还有吹着海风吃的海鲜，还有金鲍鱼，还有你们有听过享誉海内外的吗？还有一首歌叫做《Mommy Please Take Care》，
慢慢请你慢慢讲。哦，你够有时间听我讲话，真正个，对不对？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来。妈咪 take care， 妈咪妈咪 take care。你唱啥位啦？高雄演唱会没有这个哈，还有新版舞女。舞女 Dancing Queen， 我怕他们会噎到了。好，我们有饮料要给我们的大胃王。所以呢，这边其实你如果泡面点完之后呢，隔壁也有一个小的酒吧，可以点酒精饮料跟无酒精饮料。现在时间11分20秒，小慧已经见底了，速度真的好快。哦，我喜欢吃面。小慧真的是都吃下去的吗？还是他有往吊带裤里面倒了？没有啦，应该没有吧？怎么可能没有啦？太夸张了啦！无声无息当中已经见底了。啊，我手上怎么有红包？待会要给他们，如果答对的话，可以再抽一个。哦哟，刚才他们的奖金现在是刚刚是400块，累积400了。你觉得这个泡面这样子加上这些料，你觉得如何的感觉？它除了有肉，还有海鲜，它下面也铺了一大堆的那个蔬菜，有菜瓜，还有香菇、红喜菇。高丽菜、豆芽菜，我觉得整个营养均衡，很均衡。可是来基隆就是要吃海鲜，它那个海鲜到底新不新鲜？很新鲜吗？超新鲜，看我剥的虾子就知道了。哦。那个箱子剥出来完全不脱离在水，你看这个壳就知道，这就是一拔一拔就出来了，这就是新鲜，不会黏住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 Alan 呢是把料都给吃完，然后面跟豆芽菜是最后，聪明，把胃都先吃完。对，小慧已经把碗拿起来了，时间14分整，小慧。哇，吸得好干净哦！完食！哇，太不可思议！这个量是我们刚才的3倍多。对啊。我跟你讲，不管你们的速度怎么样，Alan 就是有他的坚持。他就是要吃的好吃，也要吃的好看。啊，然后他喝完，你会注意到他的眼神，会看一下远方。对，要培养情绪，看海，再继续吃。哎，阿梅快吃完了，阿梅还有虾子。哎，然后我们的 Alan 的虾子剥完之后，只剩下汤头了。现在目前时间21分20秒。好，阿梅只剩下虾子了，炒虾。Alan 完食，时间是22分56秒，22分56秒 ，Alan 完食，恭喜完食，厉害，时间23分11秒，哎呦，恭喜，面面俱到，要来出题了，来，这是我们的题目选项，题目选项，请问三位大胃王，你们各自吃到的品项是哪一个品项？这边总共有10包，答案在里面的其中3包，你们只要两个人猜对就好，等于说你们只有一个容错率。我觉得我的面体不像韩国面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们把你们觉得你们的答案拿在你们手上。应该是这个吧。好，哎，来拿着，好了，拿着。手打面，哪个你是肉燥面？小慧是什么面呢？小慧选的是日式豚骨，请问有没有答对？恭喜答对！哎，哦，下面有，在下面哦。日式豚骨拉面，恭喜答对！会吃还懂吃，厉害！好，接下来阿妹，看一下哦。出钱一听味噌面，哎，答错了，所以你的不是这个，你的是这一个。出钱一听，你的是这一个，你的是这一个。那现在剩 Alan 了，好 ，Alan 全村的希望了。你一定要对哦，你一定要对，你如果错就没了。你自己来，好，麦当这个。统一肉燥葱烧牛肉面，恭喜答对！厉害厉害厉害，太强了！